但是 B 大国外交，金砖国家，非常棒，加40分。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，在世界舞台上担当着背靠祖国、连通世界的角色。主要内容都在了，我觉得可以给分。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第16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精英赛的现场。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以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举办。回首新中国发展和一国两制在港辉煌成就，展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壮阔征程，意义非凡。也希望大家秉承尊华文化，善和和，求大同，天下大同的胸怀，更加开放自信的融入世界，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香港智慧。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交流、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方式，不但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安全，也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世界的和平。本届竞赛一共有260多所学校参加，超过67000位同学报名，打破了历年记录。学界的积极参与和同学的优秀表现，正好显示各位肩负重任的担当，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，同一国两制方针相吸引的主流价值观。